只要有个遥控器，多条精彩频道掌握在你手中，征服埋个遥控器，你就可以开始 ATV 精彩节目之旅啦。 ATV 亚洲电视机顶盒，随你点播，随你玩。现在就等我同大家讲解一下操作指南啦。画面的上方你会见到有不同的节目专区，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点选不同的内容。右上方是设置、搜寻和个人中心，遥控器上面亦都有对应这三个界面的按钮。如果按错掣，你可以按返回，又或者按首页翻回去主画面。设置，在设置入面有六大功能。播放，是用来更改影片播放时的画质。显示，你可以利用显示来手动调校 HDMI 的输出分辨率，亦都可以调校屏幕缩放的比例。语言，提供三种语言的选择。网络，你可以选择 LAN 线或者 WiFi， 为了更流畅地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，建议你用 LAN 线。系统，可以检查最新版本的软件系统。关于，方便你了解更多系统资讯、服务条款和私隐政策。搜寻，你可以利用搜寻直接找到自己想看的节目，例如如果你想看百万富翁，你可以直接打百万富翁，再按搜寻，就会有一系列关于百万富翁的片出现的啦。个人中心，我的最爱，当你在亚洲电视手机 App 收藏了一些你喜欢的节目，系统就会在这里显示出来。观看记录，是显示一些你曾经看过的节目。订阅组合，显示你所订阅的计划和服务到期日。更改密码，你可以随时随地这样改你的密码。兑换码，是指只要输入指定的兑换号码，就可以享受兑换卡上面有关的产品。 A Cash， 检查 A Cash 的余额。百万富翁2018成绩，当你在亚洲电视手机 App 玩过自取百万分，你的得分就会在这里出现。阿妈想看今晚见讲八卦嘢，你又想看 K-pop 50支持你喜欢的 idol， 捉紧你的遥控器，主导你想看的你的电视啦。亚洲电视机顶盒，每日24小时提供大量精彩节目，随你点播，总有一个啱你 style。亚洲电视，你的电视，想点就点，睇匀全世界。